最近啊，和一位网友聊天，聊出了一些东西，我估计有一些同学可能用得着，和各位分享一下。先说观点啊，那就是你以为的不一定是你以为的，你以为的这段关系是这样的，那对方可能认为这段关系是另外一个样子的。好，下面正式开始。这位同学加入了一个卖二手苹果电脑的一个群，在里面挺长时间了，他也经常问群主，群主卖的东西也都不错。然后有一天呢，他在群里边发了一个好像是他要卖他自己的一个二手笔记本，发了之后立刻被踢出群了，另外他也被群主给拉黑了。这位同学表示很不理解，这一年来他经常问群主问题，群主人也很不错，这位同学认为他俩应该是朋友了，或者是比一般的关系要更近要更深，但是他觉得群主的这个行为太买卖人了，太伤人了。然后他问我，我也做博主，问我为什么会这样。我跟他是这么说的，我说你认为你俩是朋友那是你认为的，他并不这么认为，你在群里发你的二手机器，这触碰了他的底线，这个底线也可以是经商的底线，你触碰了那肯定是要被踢出群的，并且拉黑的，触碰了人家的利益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这个和关系和人情没有太大关系。我听过那么句话，买卖人经商的人做生意的人就不要谈人情，人情和经商是两条线，我们可以把角色调过来。如果你是群主，你在经营二手机器，如果群里边有一个人他也发同样的东西来抢你的生意卖他的东西，那你会怎么想，对不对？后来这位同学用小号又加回了这个群主，他可能是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他给踢出去的。那个群主大概是这个意思，说你在我这儿问了一年了没买过任何东西，你还说拜我为师也没给过我钱，还在群里边卖你的东西，就是触碰了他的利益，触碰了底线，和我理解的差不多。这个事儿呢，现在我觉得很常见，我以前也有，这是个人认知的问题。后来我又看了一个阿德勒的一个理论，叫客体分离，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和各位分享一下。就是一个老公想要辞职，因为单位他有点混不下去了，压力太大，领导不赏识他，挣钱挣的也不多，什么各方面都有很大压力吧，但是他又不敢辞职，他说一辞职了他老婆可能会跟他离婚，因为家里边需要钱，各方面都需要钱，他老婆收入可能也不稳定也不高，这个家庭可能就散了。他就去问这个心理医生，然后心理医生就跟他说了这个客体分离理论，各位可以上网搜一下。他说你辞不辞职是你的事儿，至于说你老婆跟你离不离婚是他的事儿，你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，虽然是有关系的，但是说你辞职了你要承担辞职的风险，你不辞职你也要承担这个不辞职对你的压力，你老婆因为你辞职了没有收入了跟你离婚，那她要承担她的，那是她的事儿，那是她该选择的，她该考虑的，她不跟你离婚她要承担对应的压力，这是她的事儿，一定要分开。其实父母跟孩子也是这样的，父母跟孩子夫妻老婆和老公关系如此之紧密都是这样的，更何况你和你的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了，对不对？更何况再推到没有见过面的网友了。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么多，这个和科技和什么都没关系，算是认知方面的东西吧。